马达引擎，默契问答。咱们说谁更会照顾人？谁更爱生气？谁爱撒娇？谁更爱哭？满满求生欲。谁更气人？哎呀！谁的偶像包袱更重？谁更能吃？产生了分歧，谁说了算？然后这个是说内容的，说出对方最爱吃的一道菜。先说月月最喜欢吃什么？西红柿炖牛肉。是吗？然后大董最喜欢的？哎，鱼香茄子吧。